为了夺回荆州，蜀国大军攻向夷陵，吴国的智将陆逊针对蜀军布阵过长的致命伤予以痛击，蜀国因此战役而灭亡，吴国的版图也因而向西扩展。养精蓄锐已久的吴国再度对魏国点燃战火，吴国太守周访诈降魏国，并自断其法以示忠诚，此举使得曹休深信不疑。黄武七年，周访引曹休带兵至石亭，然而陆逊和其他将领早就在石亭布好重兵，等着曹休自投罗网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你是怎么打算的，陆逊？敌将是司马懿，此计被识破，想必只是时间问题，因此得争取一时一刻，有劳各位鼎力相助了。攻下东西两边的城寨，包围曹休。敌人很强，大家小心。何人？吾徐公明拜教。是强中自有强中手。我得帮夫君打开这一条路。Ha!
会记得你的样子，等着瞧。
曹休已被完全包围了，现在开始杀得他们片甲不留。阁下了解吴不只有谋略而已。那才能竟然在吴之上。
无赦。天命不能死在这里。